现在是3月17号的录制间隙，然后呢，马上就是18号了，是我们梁环伟的生日，21岁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悄悄的要送到他们现场去，到现场去，但是因为现场还有很多录制，所以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把他的生日给过掉。好，快点 ，Let's go。小心，这蛋糕太时尚了吧，这个也能吃，这是巧克力的。好，真的？对，掰开来吃，那是冰淇淋，这个巧克力。来，大家发一下盘子，大家分发一下吧。不要嘞，回去有礼物哦。好，真假的？一个月前买的。啊？一个月前就买了。真假的？要不然自己拿勺子在那边挖吧，哎，自己挖吧，自己挖。来来，大家都是不拘小节，来，看吧，不拘小节的，不拘小节的，挖起来。就好吃到不想说话，太好吃了！我刚睡醒，天哪，得劲儿，刚休息了一下，到底还是忍不住了，邓考远。到底还是忍不住了。邓考远哥，我哎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哎，我坐了，你们坐，准备，你们坐。我还去玩二张，直接上手了，是最厉害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转音，管你快。龙虎队集合一下，龙虎队，快！过来，站中间。该不要打我吧？咱们用低沉的嗓音祝梁怀伟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祝梁怀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不对，前面加大鼓。龙虎队祝梁怀伟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。来升降舞台，自己走。我们下。五三二一，龙虎队祝梁怀伟生日快乐！以后有婚庆啥的就找我们龙虎队。现在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很谢谢，就我这个生日是在大厂过的，因为这个生日很多人，很多朋友大家一起过，然后很开心啊，非常开心，很谢谢你们在我身边。礼物还在家哦，还有车车，还有好，谢谢，还有车车，还有宇航他们。对，车车、秋秋、宇航啊，车车、秋秋、宇航，我是开心。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还有就是今天能来看我们那个公演的青年制作人们，谢谢你们，是一个满意的生日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我也希望你能够祝自己生日快乐，对，18岁快乐，星途然后宏图大展，前程似锦，对，好，快吃蛋糕，这蛋糕真的很好吃，快去吃蛋糕，近期是我最好吃的生日蛋糕，我要把那个巧克力捞给我一下。